頭先提到嘅觀察植物點樣去幫到人嗰個身心靈嘅健康咧？頭先佢影片嗰個程度，可以點樣幫到呢？透過觀察植物，即有些人覺得靚，他會覺得有希望，佢見佢有個人生意義。有些人認為做人是沒有意義的，你問他為什麼做人，他說沒有，就是這樣。有些人認為做人是有意義、有目標。透過觀賞那些植物，令到帶來一些正面的思考，或者他做的事是 constructive，即是他做的事是 productive 中文怎么说 ?constructive,、即是建设性。即是有些人觉得他做建设性的，有些人认为可能会好一点。这个很抽象的事，即是有些人说我一世都是没有人生意义的，他说我这么做人。坦白老师是不是有事想补充？不是，我想说呢，这些原理在香港呢，我記得我後生嘅時候咧，都參加過嗰啲漁農處舉辦好多呢啲咁嘅活動嘅。佢係賣曬報紙，佢係幫政府嗰啲廣告嚟嘅。咁你哋可以自己去參加。或者香港以前咧，我香港政府咧經常有好多啲活動咧，你係可以去參加嘅。但係佢又冇標榜咩治療。例如我喺香港，我自己就～成人康樂中心，夜晚我唔知仲香港而家有冇啊？40年前嚟有嘅，佢係另外一間小學，佢個木工房嗰度，咁我即係學緊木。咁我成人嘅，我已經出嚟做嘢啦。咁我得閒會去做，咁佢又佢賣報紙，成人教育康樂中心，咁咪走去參加。佢哋好少錢嘅啫，象徵式收費。咁啊嗰個。先生就在那裡教，榕樹也都是教你種花、種草、做什麼。學校以前呢 讀書的時候，我有學過影相，就教你沖印，很多東西的。香港也都有童軍，有什麼隊、什麼隊，這樣子，地盤的隊、湖景、民安隊，很多東西。咁香港以前有好多嘢，咁我唔知啲人知唔知啊？因為我後生嗰陣啊，周圍走去邊度有嘢學，咁咪走去學咯，或者自己同班同學仔嚟，成日走去喺九龍塘爬山啊，去望虎山，然後爬翻嚟，咁啊日日即係分咗個月都約埋啲同學仔走去爬山，啊咁樣周圍玩啊咁樣，嗰啲通常好多嘢。佢好多活動咯，而家我唔知啦，因為離開咗幾日。啲活動點樣？可唔可以分享下點樣？可以令到你嘅身心靈更加健康。嗰陣時冇諗到話咩治療啊，咩精神啊嗰啲咁多嘅啫，邊有啲咁多評？我而家知我減到細曬，係咪啊？咁我又唔覺得我自己有咩精神，有咩唔妥啊？嗰陣時係總之就係、是、得閒冇嘢做咧，咁就睇下呢樣睇嗰度，收仔我哋硬係打波子嘅啫嘛。我哋啲玩具係咪自己做嘅啫嘛？我哋捉金絲貓啊嘛，跳繩啊嗰啲係咪自己玩具唔使錢買嘅？係嘛？我冇精神問題，曳啊俾阿媽打，追住嚟打，係嘛？又冇話你虐待，而家你就鬧佢都唔得，係嘛？啲社會好古古，好得意，我覺得。咁啊冇咁多啲咁嘅名堂，咩治療啊，咩心理啊，乜咁都冇，完全就冇啲咁嘅嘢。有問題，我自己都試過有問題嘅，坐喺度，生活上有好多問題，根本上有啲我都冇得解決，因為我自己好多呢啲問題怪經驗，不過唔想講咁多啦嚇，即係講呢啲，即係講我哋細個細路仔咧嗰陣時有啲活動，但係又冇標榜咩心理治療。我覺得原來治療好好嘅，因為咧當你有抑鬱症啦，咁你個人好單啊，成日都匿喺屋企啊，好空虛啊，好孤獨啊咁樣，唔想做嘢啊咁樣，成日都過得好悶。咁當你做原理啦，咁你一定要出outside噶嘛，你出outside，如果天氣好嘅咧，咁你可以吸收到陽光啊，有vitamin D啊咁樣，同埋咧
令到你個人都精神啲啦。咁當你種嘢嗰陣時咧，咁你種咧，咁但係如果你真係開花啊，咁你覺得有啲成功感，因為係你自己種出嚟，同埋你唔使成一 group 人做，因為你自己可以自己種。嗯我想講講咧，温哥華都有呢啲，有得係俾你租，俾你租，你唔使透過乜嘢嘅，你可以租呢塊地，唔使嘅，唔使錢嘅。嗰啲係住 apartment 嘅，可以。唔係，係人都去嘅，佢一個有塊地喺度公開噶嘛。佢係俾你一個個 area， 一個將塊地割開一忽忽。咁你就去唔知，我都唔記得咗啦。去邊個地方申請嗰啲，即係總之有個機構去管理呢塊地嘅。咁嗰塊地係你嘅，你唔自己喺度種咯，係咁啊，冇問題。係啊，都有呢啲咁嘅。但係冇就係好似你講咁多啲咩治療嗰啲嘢啦嚇。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幾好嘅，即係加拿大又幾好，有個咁嘅衞生嘅政府一筆錢。咁所以呢啲幾好嘅，即係推廣下呢啲活動啊，真係對嗰啲人真係冇地，即係揾唔到地方去發泄啊，可以講話嚇，咁呢樣就幾好。我覺得咧，阿坦白同埋 Mia 咧講咗好多重點出嚟，關於聯繫治療。第一樣嘢咧，坦白咧講到咧，就係其實咧，我哋好多時候咧，我哋透過好多唔同嘅活動咧，都係可以咧促進到我哋身心靈嘅健康嘅，唔一定係圓嘅，可以好多其他嘢，譬如嗰啲頭先坦白提到話做木工啦，譬如話係登山啦，透過好多唔同嘅媒介咧，都可以咧促進到我哋身心靈嘅健康，而且咧呢一啲嘅媒介咧，亦都唔一定咧要攞好多好多嘅錢啊。我哋咧，譬如我哋睇我哋之前講到咧話。輔導即係去一堂輔導嘅課咧，哇，好貴！但係咧，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咧好多唔同嘅方法咧，係令到咧自己咧嘅精神健康係好啲嘅。咁然後咧，頭先阿坦白咧亦都提到咧另外一個重點啦，就係、佢講到咧就係話喺市區咧，我哋有好多一啲嘅我哋叫 community farm 咧，一啲市區嘅社區嘅農地，我哋可以用。咁咧我哋喺呢個社區，我哋周圍咧有好多咧好有用嘅資源，我哋係可以善用啦。我哋可以善用咧去利用咧係令到我哋咧可以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啦。頭先阿 Lee 亦都提到啦，其實咧透過園藝治療咧。有很多的好處的，其中一個好處就會是帶給我們成功感，當我們種到一些植物的時候，我們觀賞它們的時候很漂亮，又會令到我們很開心。剛才 Lian 也提到透過種的過程，其實可以減輕到我們很多的壓力，因為我們專心在種植啊、做園藝的時候，在那個過程我們可以忘卻到很多的煩惱。咁同埋咧，其實咧，植物咧，頭先影片有提到啦，就係話其實咧，係我哋種植物，空氣都好啲啦，身體都好啲。咁我哋之前咧喺我哋之前嗰幾節咧，我有提到咧，其實精神健康咧，同我哋個本身身體個健康都係好有關係嘅。身體嘅健康啦，我哋嘅社交啦，心靈健康咧係不可以分割嘅。所以咧，每一個部分都是很重要的，我們要身體健康，我們心靈呢會更加健康，我們心靈好的時候都會幫助到我們的身體，相輔相成的。剛才我們提到很多的重點，還有沒有其他的分享呢？有沒有人有種東西的經驗啊？不如分享一下。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？不如今次 Lian 先啦，不如。我最近我種咗啲绣球花，咁就因為咧，我見到我唔追咧，嗰啲绣球花好靚，好成個好似啲 winter 嗰啲粉色咧。咁望到啲顏色咧，好開心嘅，唔知點解咧，尤其有啲淺紅色咧，望到好開心。咁我就即係問佢，咁佢就即係買咗幾盆俾我。咁我屋企咧，即係一盆咁樣，大概係十寸到啦，咁樣種咗五棵，咁都要有耐性啦，因為佢唔係即刻長花噶嘛，咁要等成幾個月之後，咁我哇見到一個花，咁哇啲顏色好開，好靚，咁又開一個，咁我覺得即係個心情都好即係愉快咯，即係好開心。
啲種嘢嘅咧，啲開心嘅經驗，種嘢開心嘅經驗，有冇人想分享嘅？有冇人種過鹹花？鹹花，不如你都講下。你有冇種？不如分享下你種植嘅經驗啦。鹹花咧係種好多年好多年，然後先長花。每一年咧喺八月尾至到九月中咧就開花。開花嘅時候咧，只係有十個鐘頭到，由開始至到。有句説話：鹹花一年就係呢句説，係黃昏晚後一路開花，午夜最燦爛，一路至到三點兩點。朝頭早起身咧，同埋你未瞓之前去睇果花開咧，三回事。因為朝頭早咧，遲曬。所有的鹹花總共開了四年，我將四年的花乾了之後收集曬，放在膠袋，放在那個花下面寫埋日子，做紀念。唔係煲湯。有些人話可以吃，但我從來冇試過吃。唔得噶。佢開花開始燦爛。漸收，跟住，謝咗，好似一個人，青少年、中年、成年、年晚，跟住入土或火化，一樣咁嘅情色。哇！如果有興趣咧？我下一次可以帶嗰啲乾咗嘅檀花俾你哋睇，同埋我可以影埋嗰盆花。嗰盆花咧，你如果普通咁樣睇啊，咦，有咩咁靚啊？咩好普通咁樣，你睇唔起。但係佢啲花咧，如果一開上嚟咧，芬香到咧，喺樓上開，地下房間都聞到，成間屋係好清香嘅味。那些花的顏色呢全白色，好靚。有邊位種過檀花？日字邊一個雲，天雲的雲嗰個字，檀花一現就是呢個字。唔係日喺上邊，雲喺下邊日上雲下。唔係日字邊。我冇講邊，我話佢。我話日字喺上邊。你聽到咗？日字在上，雲在下，鹹花。日字在上，下面是什麼？雲。啊？是啦，就是這個字啦。哦，我們下次可以聽下老師的問題。我種了都不知道多少年，差不多呢，現在說他第一次開的時候是，約我是四年、五年前，我差不多，我很想去永東新家的，問專家，啊，我這棵蘭花種了很多年。應該是從外面的花咧，我已經有呢個心意，點知嗰年嘅秋天就已經開喎。嗰啲檀花嘅葉咧咁樣嘅，彎彎地好似波浪式咁嘅。佢嗰啲花咧就喺嗰個彎位嘅尖尖嗰度咧，喺嗰度開嘅。嗰啲花咁開噶，似哪裡？好啊，乾咗噶啦！你有冇影嗰啲相？有影嗰啲相，好靚。相睇啊！我試下攞埋啲相。攞咗兩張睇啊！哇！佢一開嗰陣時咧，我第一年我直接唔分啦。哇！靚到雲同埋香到不得了，成間屋都大嘅，係好清香嘅味。嗯。我想問下你用咩環境嚟種佢嘅咧？室內抑或？係室外，一定室外。室內。呢度嘅天氣。室內近窗口啦，係嘛？近住窗口啦。一定要有陽光，有充足嘅水分，有營養，一定。邊個知道發財樹點種？唔知。你來啦，蚊子蚊子。係咯，係咪蚊子發財啦？有冇人識種發財樹啊？上網咯，問 Google make money tree。有真係有得賣。Costco 有得買，Costco 都得買。
係啊，好多地方都有。即係咁高嘅。佢花床係啊，有時咧又唔知多水咧，又會爛根㗎嘛，所以唔知點樣先可以擺得到。都俾你爛啊！你得閒去，你得閒走去聽啲講座啊！咩聽啊？嗱，呢個咩啊？中信有咧。中信有呢啲講座。有呢啲講座，願藝啊，願藝啊。同埋咧，中條橋，同埋之後都有搞嘅。唔好意思，繼續講啊，坦白啲。唔係，我想開個影，你繼續講啊。得啦，即係我知道願藝耐唔耐佢又講嘅，同埋之後又講嘅，開個講座。咁你就可以去聽，即係消費第一蚊至兩蚊之間咧，即係收翻啲嗰啲講義錢嘅。知道佢有講就。佢有講，佢你去睇睇問一問啦。係咧，你有時咪有講欣賞，欣賞一樣嘢咧，咁令到你個思想咧唔好咁負面，因為植物都有心。我哋頭先提到幾個重點啦。透過觀察植物咧，可以令到咧我哋嘅思想咧係變得正面啦，頭先點樣提？阿坦白都提到咧，其實我哋喺呢個社區裏面咧，有好多嘅講座啦、資源咧，都係即係會講到園藝治療嘅。阿坦白，我想問你，中信嗰個咧係咪有得教埋？即係係咪有俾埋材料我哋可以？佢係有我聽我聽翻嚟嘅啫，因為佢有因為我參加好多啲義工咧，咁中條同我之友佢又舉辦呢個講座，但係其中有啲人咧就喺中信嗰度咧就係參加過嗰啲園藝講座，咁就講佢呢個唔係園中園啲另外一個，佢嗰個植物學家即係台灣台大畢業嘅，佢有而家有個研究咧，咁佢就教你點樣去做。咁啊，跟住咧，佢又有好多朋友喺中信裏度咧，就自己咧就繁殖咗好多，咁就用好平嘅價錢就賣，即係收翻成本咁，但係捐翻俾中信咯，係咁樣。佢又唔係嗰個原賣出嚟嘅，佢原賣出嚟亦都有，咁賣完咧多數咧就係譬如原中原咁樣啦，佢就會有啲嘢就捐咗出嚟，唔收錢嘅佢。買了之後就俾翻嗰個舉辦中心，係咁樣啦。咁佢就係即係賣嗰啲嘢。咁亦都有啲人咧自動繁殖咗好多喺屋企嘅，咁你拎出嚟又係咁樣捐，亦都有係咁樣。中信即係喺Crystal Ball。麗晶。係Crystal Ball。知唔知下次佢哋幾時又再舉辦？咁我又唔知喎，要特登要走去問先得㗎。佢成日都有嘅。佢成日都有㗎，中信成日都有㗎。我有時成日想。係一年有幾次㗎？係啊，一年有幾次㗎？多數係喺即係或者啲三月啊、五月啊，即係譬如或者十月啊咁樣，即係換季。譬如話你嗰啲無花果樹點樣處理啊？之前會話俾你聽，譬如話你生嘅時候，你啲咩幾時咩花咩花，咁佢。即係佢就會舉辦幾次咁樣，咁特別有啲佢哋嗰啲即係啲人好多時啊，譬如話啲花啊，你即係長得好多噶嘛，係嘛？咁佢就會知道啲人中意種，佢就會攞嗰種啊，邊個要嗰個，邊個要想要咩，大家一人攞啲咁咯。哇！我聽過。我呢個嗰日就係咁咯，佢攞雜咁，你係攞咯。唔係佢有啲朋友即係喺嗰度，好中意種嘅，佢自己即係善心咁樣。唔使俾錢嘅，佢話我屋企有啲乜嘢，呢啲係咩嚟嘅？呢啲咩嚟嘅？你想攞，即係想要嘅你就攞啦咁樣。多啊嘛，好多多咗就嗰個二三零八三啦，呢個講就啲人中意嘅，即係買要錢嘅喎，買唔平嘅。係啊，咁你咁啱，你中意好似無花果樹咁，你買咧，你已經即刻截枝就好平嘅錢。但係如果你真係走去買咧，細細棵都有啲幾十蚊啊。嗯，仲要搬翻屋企添。嗱，你咪嘥啲錢咯，學嚟咧。你識得有人咯，因為佢哋無花果樹係好大棵嘅，你先嚟種嘅時候，根本唔需要錢，唔需要嘥啲錢。咁你買咗三棵翻嚟，百幾萬。仲有冇其他嘅經驗咧？關於種植嘅，或者聽講座嘅社區嘅講座嘅。嗯。不如我有個 Mushroom Society。Mushroom 係咩嚟㗎？
講多啲啊？有個冬菇啊，冬菇有啲係有毒，有啲係冇毒噶。咁佢有個會嘅 Mushroom Society， 你可以入個會，佢有個 website 有啲相嘅話，依啲食得，依啲唔食得。咁你又可以種啦，又可以食啦。蘑菇，因為點解會有蘑菇就係因為嗰啲 soil 啊，嗰啲泥咧係好乾淨，非常硬硬嘅，所以先至有蘑菇種。佢有啲做園藝咧，即係好似做運動，你成日都要拎嘢啊，或者係乜，即係咁即係好自然嗰啲運動。可以做埋運動添，嗯。啊，不如我哋咧～